不要生气，我们虽然丢了两件宝贝，可我们还有三件在手里呢。七星镜和芭蕉扇在我们的洞里，孔先生在我们的老母亲那里。我这就派人去请老母亲吃唐僧肉，顺便让他带上孔先生，好捉孙悟空。我要变成小妖怪星星老奶奶变。来奶奶香香吗？谁呀？进来吧。辛苦老奶奶，可老奶奶磕头。你想打我还想打我，把我来是老奶奶吃唐僧肉肉。吃唐僧肉，好好好，好孝顺的儿子呀，我这就跟你去。来奶奶，别忘了带上管先生，唐僧孙悟空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那捆先生我一直都带在身上呀。只要你带上先生，我就敢打死你。丫鬟，刚刚我是谁？原来是小尾狐狸呀，先生来是我的啦。让我变成老狐狸的样子。嗨，要我来了。母亲大人在上，请送孩儿们一拜。我矮起来，乖乖起来。嘿嘿，我还以为真是老奶奶来了呢，谁知道来了是个猴奶奶。那个老奶奶的裙子下面露出了一条猴尾巴，哈哈。母亲大人，孩儿捉住了唐三藏，特意请母亲大人一起来吃唐僧肉，一起长生不老。还是呀，唐僧肉是不是无所谓？稳定说那猪八戒的耳朵又肥又大，我要去吃杀猪耳朵。好你个弼马温，你可别惹我，小心我戳穿你的底细。什么？弼马温，不好，我们是猴子变的。管先生，哎，管先生怎么不灵呢？管先生，你，哎呀，不好，我被关起来了。哈哈，孙悟空，你虽然有捆仙绳，但是你不知道这绳子的咒语，你捆不住我的。我丢失的三件宝贝现在又全都回来了，哈哈。